弟兄姐妹，现在是奉献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今天是我们列宣家43周年的堂庆，感谢主的供应，让列宣家在过去43年来一直参与拓展神的事工，拓展神的工作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仰望你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求主继续使用列宣家，让列宣家参与在拓展神的国度，让列宣家就在山上的灯台照亮整个社区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让我们弟兄姐妹有奉献的能力，求主使用当中奉献的金钱用于拓展神的国度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Amen.